五公分大输尿管结石挡路，引发败血症，需要摘除肾脏保命。除非它完全没有功能，否则我不愿意把肾脏拿掉。七年时间求医无门，索性遇良医取出结石，保全肾脏。我只需要三个一公分左右的伤口，那病人大概术后两天就可以出院回家。作为仁医手无碍，为您介绍微创腹腔镜输尿管取石手术。全球大爱台的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收看今天的《至为仁医守护爱》，我是王春花。尿路结石在台湾的盛行率高达10%，其中以肾结石及输尿管结石最为常见。这结石啊，在身体里面小小的，虽然平常没有什么感觉，却不能够轻忽它，因为啊，除了痛起来要人命之外，更可能引起严重的并发症。那有结石的民众该怎么办呢？我们今天很高兴的邀请到了台北慈济院泌尿科林家达医师来到现场为大家解说。那我们欢迎林医师你好。大家好，我是林医师。欢迎您，还有我们的健康观察员千惠。大家好，我是千惠。欢迎您。那我想请教一下林医师哦，就说这个泌尿道的这结石是如何形成的？那又在哪些地方又容易产生呢？那其实泌尿道的结石啊，我们顾名思义就是在泌尿系统里面长出来的结石，那绝大部分都是在肾脏里面形成的，只有很少部分呢是在膀胱里面形成，不管男性女性都是一样的情况。那至于输尿管本身是不会长结石，输尿管结石通常都是从肾脏里面形成，那到了一定大小之后可能就掉下来，可能太大就会有症状，比较小就比较没有症状，就自然的排出来了。那至于哪些人比较容易长一些结石啊，通常我们以种族来说的话，白人会比黑人比较容易长结石，那应该是跟体内的一些黑色素、皮肤黑色素有一些直接的相关性。那另外的话，一般男性的话也会比女性容易长结石。那其他比如说生活环境啊，或者工作形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比如说长期需要大量流汗的，比如说像厨师啊，或是运动员啊，或是长期在工地工作的工人，他们都需要大量流汗。那如果相对水分摄取比较少的时候，就容易有这种所谓尿路结石的形成。那另外的话，就是有一些内科疾病的话，比如说像肾小管酸中毒啦，或者是像高尿酸血症，或者是说像副甲状腺有毛病的人，他们都容易会有一些尿路结石的发生。是说刚才那些人都要很小心。那我想请教一下林医师，说因为有人说啊，这个痛起来会要人命，那哪些人要很小心，要很怀疑自己可能就已经有尿路结石啦？好，那尿路结石其实通常都没有症状，因为在肾脏里面并不会造成任何阻塞的情况。那一旦有症状的话，都是已经掉到输尿管为主。那掉到输尿管的话，大部分的症状都是以比较剧烈的一个腰痛，或者是以腹部疼痛来做表现。那这样子的疼痛，通常就是会需要到急诊去打止痛针的这种疼痛程度，其实蛮痛的。有些的病人甚至在疼痛缓解之后，还需要反反复复来回急诊，大概2次到3次以上都有可能。那另外，如果说觉得腰腹疼痛并不是太明显，可是其实突然间有个血尿的问题，有血尿，其实我们可以强烈怀疑它有一个尿路结石正在排出的一个过程。那有些的结石，因为表面比较有一些凹凸不平哈，或是有一些容易长细菌在上面的话，也容易造成一些尿路感染，有一些发烧情况，也是有可能可以怀疑有尿路结石。那如果说这些结石慢慢的排到膀胱甚至到尿道的时候啊，如果阻塞到尿道不容易排出的时候，就会有排尿困难这些症状。那如果有以上这些症状看起来的话，就容易会有会让人想到说，哎，你是不是有得到尿路结石？刚刚讲那个腰疼痛，像我的同事啊，他说他十几年就是曾经也是这个结石第一次发生的时候，他还印象深刻。他说实在痛到不行，他是一个就是很壮的人，很壮硕的人，可是他就是平常也不是说很怕痛，可他说痛到他可能连走到阳台都不太行。那他说有时候他自己发作，他这样将近十几年来发作大概4-5次，然后他说这样十几年来的时候，他有时候发作他就可以感觉到，哎，这边好像闷痛，或是他好像觉得这边肿肿的这样子，其实就是让他一整个不是很舒服。那有时候排尿的时候，他有就是治疗过后排尿的时候，有时候会排出那个小石头，也会在排尿的时候也会有一点痛这样子。嗯，是。那请问一下林医师，那这个疼痛指数大概是多痛啊？因为都说好痛好痛。如果以分数我们比较难说，可是如果我们说这个疼痛大概可以接近我们孕妇自然产的这种疼痛，大概大家就可以比较可以深刻的了解。跟体会，那时候真的很痛。那想请教林医师说，那一旦发生了这样尿路结石，你们该如何处理呢？
好，那尿路结石处理的方式，我们一般还是跟它症状、跟它位置还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假如说是在肾脏结石里面，我们刚刚讲的肾结石其实不容易有症状啊，那其实我们处理起来就比较不会那么的紧急。那一般如果小于1.5公分的肾脏结石的话，我们一般都可以采用震波碎石来做一个处理。那大于1.5公分的话，也许会考虑病人，请他考虑用所谓的开刀的方式，用肾造瘘取石的方式把石头给取出来，因为石头太大颗，其实相对震波碎石就不容易达成它完全震碎的一个效果。那如果是已经掉到输尿管里面的结石呢，通常都是在0.5到1公分左右需要我们的泌尿科去介入。那结石如果小于0.5公分的话，我们都会鼓励病人多喝水啦，多活动，让它自然排出，其实就可以。那搭配适当的一些止痛药就好。那如果是在0.5公分到1公分这样子的结石，那可能卡住了又下不来，也回不去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帮病人做所谓的震波碎石，或者是用输尿管镜的一个内视镜的碎石的方式。那有些人呢，其实他结石可能卡在这边很久都没有发现，那慢慢长得越来越大的话，如果超过1.5公分，至少2-3公分以上的话，我们甚至还会请他考虑是不是要做一个所谓的腹腔镜的一个微创的取石的方式，那这就是有伤口的一个方式了。那如果是在膀胱里面的结石啊，我们大部分几乎90%以上都是用膀胱镜碎石，只有很少部分可能到5公分、6公分以上啊，才需要用所谓的开腹取石的方式来治疗这个膀胱结石。是，所以其实啊，一般的结石大部分都在1-2公分之内。可是，当我们要介绍个陈女士，她体内一个5公分大的个结石，曾经有医师曾经跟她评估说，必须要摘除肾脏才能够把这结石给拿出来。那林医师该怎么帮助她免除摘肾脏呢？那我们看一下以下这则 VCR。60岁的陈女士，常年忙于照顾病榻中的丈夫，在一次去医院的途中，突然发烧。意外检查出右侧巨大输尿管结石，并发肾水肿。医师建议他必须拿掉肾脏才能保命。就好像我们家的门坏掉，可是你给他，他不能开，可是你给他钉钉补补，他还是可以遮风避雨。你把门拆掉，他就不能遮风避雨。但是门你可以再重做，肾脏它不会再重生。坚持不拿掉肾脏的陈女士，过去7年来不断的求医，就是希望可以找到一位医师，能够帮她拿掉结石，同时不用切除肾脏。我肾脏消炎了以后，她可以尿尿，但是就是也不会痛，只是我不放心，因为我觉得她有一颗石头在那里，迟早都会出问题，所以我就频频的换医生。小心翼翼，生怕一发作就不可收拾。陈女士同时寻求其他治疗的方法，希望可以减缓结石继续生成。多喝一点水啦，或是吃一点，比较能够利尿的。偶尔我吃一下我们中药的补肾汤啊，她的肾脏比较有力气，她就比较不会这样找麻烦。看似与结石和平相处，但结石却不断的增大，甚至比刚发现时已经大了一倍之多。渐渐的，陈女士不舒服的症状越来越明显。靠近那个肾脏的那个部分的输尿管结石啊，就会你微微的作痛。有结石这期间哦，你的脚走路要很用力，然后我们刚才的掌托卡，你走路会很用力，因为你好像有什么东西给你绑着一样啊。多年的寻医过程，直到2014年9月，在朋友的介绍下，陈女士来到台北慈济医院林家达医师的诊间，终于找到了一线生机。就从肾脏引流管来看，她每天的右边肾脏的尿液大概有将近500cc。那以这样子的肾脏，其实是不需要拿掉的，因为有一定的功能在。来到跟我讲说，你看，这跟你情形一样。那我想说，那跟我情形一样就对了，我本来是要找这样的医生。经过讨论后，林家达仿佛为陈女士打开了一扇窗，患者决定接受腹腔镜输尿管取石术。医师利用微创腹腔镜在腹部凿3个1公分的小孔，找到输尿管，取出5公分大的输尿管结石，再放入双接导管引流尿液，最后将伤口处缝合，完成手术。其实应该说碰到林医师应该算是很幸运，因为怎么有医生这么好，早上天亮就来看你，下班了又来看你，就这样，是觉得他让人病人比较
放松的跟他相处。在林家达医师的努力下，帮陈女士保住了右肾，现在不仅生活轻盈自在，更注意饮食起居，保持健康的生活，避免结石再度发作。哇，林医师，那陈女士那颗结石真的好大，可是为什么一般人家都小小一颗就会痛到不行？那为什么陈女士可以让这5公分大的这个结石在她体内待那么久啊？其实陈女士一开始也是有比较厉害的疼痛，而且她还有一些感染、发烧啊、肾积水的状况，只是说碍于那时候石头就已经蛮大了，那医师就已经建议她可能要摘除这个肾脏，所以她在百般不愿意的情况下，还是让肾脏，还是让输尿管这个石头继续留在体内。那可是从那时候，也许2-3公分到来找我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到5公分以上这么大了。是，可是林医师刚才你有说到，就是说其实因为他的这个结石那么大，其实有些医生评估说必须要摘除肾脏才可以把这结石取出来。那你是怎么评估他不用摘肾脏，而且你又是怎么帮助他的呢？其实他这几年来，我印象中应该有到5-6年以上，他寻访过非常多位医师，那这么多位医师看到这么大的石头，其实相对处理起来应该都是会比较觉得比较辛苦，再加上看他们看他的这个石头造成他反反复复一直发烧，其实对他的身体状况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那再加上肾脏超音波看起来他肾脏的确是有比较萎缩的状况，又肾积水蛮厉害的，所以医师都会认为说把肾脏切掉是最干脆，然后对他来说是最轻松的一个方式。可是陈女士其实相当坚持不愿意摘掉肾脏，她认为这个肾脏应该还不至于到这个程度啦。那当初来找我的时候，其实之前的医师很可惜也是并没有真正帮她评估到肾脏的功能，那我们其实帮陈女士装了一个比较细的肾脏引流管，查一下她每天出来多少尿液，其实有将近500cc， 这样子的肾脏是真的不需要做摘除的，所以我们才想说还是帮她好好把结石处理掉，解决这个阻塞的状况。是，那又是如何帮助她把这个结石拿出来呢？好，那我们以这种比较大的大型的输尿管结石来说好了，一般输尿管结石我们目前主流都是用所谓的输尿管的内视镜来做碎石的动作，在国内医师也几乎都是采用这种方式，可是一旦遇到这种比较大型的结石的时候，其实处理起来是非常的费时，那而且对病人来说，用内视镜、用输尿管镜来处理，其实对病人来说伤害性是比较大的，容易有一些输尿管狭窄啦，或者是有发烧的情况。那其实我们帮他想了一些变通的方式，那也正好我在之前，有开过一些类似的病人，跟陈女士情况有点类似，我们就采用所谓的腹腔镜微创的方式，肚子开了3个小洞，那帮他把这个结石把它完整的取出来，那术后大概2天左右就可以回家。是，所以这边有一些图片是您带来的，是，这是之前的一个病人，不是陈女士的。对，这是在处理陈女士之前，也是一位大概70几岁的婆婆，那她也一样肾脏积水的非常厉害，那这些石头其实应该是已经卡住非常非常久了，那我们帮她取出来，大概在输尿管那么窄的空间里面，她这样子就大概累积了10几颗石头，那其中最大的一颗甚至到2.5公分以上，快到3公分。这是帮我们，帮他处理过之后，再加上陈女士后来又来找我们，她非常的巧合，就是刚好有处理过这个经验。那再看到陈女士的石头，我们也就更有信心帮她处理这个东西。是，那其实我看到医师啊，他就是在采访这个师姐的时候，他那时候就是在治疗完之后，他就很感激医生。然后他说到说，医师常常会去病房看他，早上一次啊，晚上一次啊。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互动，他很信任医师。然后另外呢，医师因为这个那个陈女士啊，她状况也比较特殊，那医师还特别到她家去关怀她。那其实这样子的医病互动，不止就是说，就是也等于说是一个全人医疗嘛。那医师他自己也会在这个医术这样精进上，就是希望说可以帮助更多的病人，这样子。是，所以我们林医师真的是医人医病又医心。可是我想请问一下，那你是如何帮助陈女士把这个结石给拿出来的呢？好，那我们讲到我们手术的方式好了哈。那大概肾脏在这个地方，那输尿管其实是相当的细，输尿管大概就是躺在我们的后腹腔后面，那细细的。那如果说我们以实际的东西来做一个比较的话，大概就是像这根吸管一样这么细。那我们所采用的腹腔镜的方式啊，是用3个差不多0.5公分的一个手术的套管，那把这些所谓的腹腔镜长长的一些器械啊，那伸到我们的
深部的腹腔里面去，那藉由这些器械来执行这个手术的过程。那我们假如说把这个吸管比拟作是我们输尿管的宽度，大概就是这么大而已。那我们把这个输尿管找到之后，大概确认一下结石所在的位置，那所在位置把输尿管把它剪开来，剪开来之后把石头慢慢的把它捞出来，不要把它弄断，因为不能够遗留石头在我们肚子体内，慢慢把它捞出来，很顺利捞出来之后，再把我刚刚所谓的输尿管上面做一些缝合的动作，缝合之后再帮它放入应该说在缝合之前放入双接导管，那之后缝合之后再把石头取出来。那这就是我们帮陈女士做的一个手术术后的一个照片。跟传统手术来比较的话，其实三孔这样子的一个伤口对她来说负担是比较轻的。是，所以这真是个非常精密、一个精细的一个微创手术哦。那真的，因为我知道您是非常的用心。那个陈医师又不断的夸赞你说，您一有空就去病房看他。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您学了这样一个精密的一个手术，也让病人顺利的免摘除肾脏，能够顺利的出院。这在这当中，您有什么样的感想，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那其实病人就是我们的老师啦。我们其实从陈女士这样子比较罕见的一个很大型的输尿管结石，我们一看到也会一直去思考，一直去查阅、去阅读一些文献，看看到底别人都是怎么样处理这样子的东西。也借由这样子查阅的一些过程，让我们自己的思路可以更宽广，那也做出一些新的东西来。那其实对病人来说是真正有蛮大的好处。那另外就是说，其实以前在学习过程当中，老师都教我们说，我们泌尿科是要来保护肾脏，不是要把肾脏切除的科。所以在陈女士身上我们的确很彻彻底底的实行了这个最大的好处。我这边一定要补充一下哦，你看哦，就是这个这么细的这个输尿管在里面，医生要进去这么小的孔去找到它，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医生没有提到这个，因为他常常在做，然后再用这么小的器械，好，去把它做这个切，其实你看这么远的距离，医生要做其实非常不容易。那据我所知呢，就是这两种手术，一个是比较常做的，可是那个方法呢，其实应该是说对医师来讲说经济效益呢是比较好的，可是医师选择就是这个可能需要花比较久时间、比较多体力的，但是呢他重点就是说可以为病人好，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这样子。是，所以就是多亏我们林医师，他真的是以病为师，然后愿意多为病人着想哦。对对对。那接下来我是想再请教一下林医师，说我们现在坊间有太多的一些迷思，想请教你哦。就是说，一般您可能有听过什么什么化石草啦，什么喝啤酒啊、喝茶啦，能够清除尿路结石，是真的吗？想请教您。化石草的话，其实我有询问过中医师啦。在我询问中医师之前，我也觉得很奇怪，如果真的有化石草的话，那么泌尿科医师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角色了齁。那其实化石草它真正的成分其实主要还是以利尿为主，让体内产生一些比较多的尿液，那另外有一些消炎啊或者是止痛的成分在里面，好，那容易让这个小结石顺利的从我们输尿管里面排出来，那只是加速它排出的过程，并没有办法把我们所谓体内的结石给化掉，大石化小，小石化无，并没有这样子的作用，所以它顶多充其量只能说它叫做排石草。那另外啤酒啊、茶啊，其实这些都是类似的概念。啤酒不只有水分，那还有酒精，那茶有茶碱、咖啡因这些哈，其实它们都是会帮助我们体内制造比较多的尿液，那都是帮助这些小石头顺利排出来，的确是有帮助，不过并不会有化石的这一些作用。是，可是有人说因为牛奶里面有钙，所以不能喝牛奶或者是不能喝奶茶，是真的吗？其实有些人就是说，牛奶有钙嘛，那奶里面有钙，然后又茶又有草酸，就是会有一些人就是做这个联想，所以就是很多这个网络上的迷思要医师来解决这样子。其实我看过某个我们台湾的医学中心啊，他所制作的一个胃教尿路结石病人的一个胃教手册，那里面提到哪些食物含有所谓的草酸，哪些食物不能吃，那洋洋洒洒列了好几页，大概有几百种的食物。那我们就跟病人说，你就去查一查，查一查之后，其实通常把它忘记就可以了。因为你这样子什么都不能吃啊，生活当中这样子实在是太辛苦了。那形成结石啊，其实跟我们吃进去的东西或许有关系，可是其实跟我们尿液中的钙离子浓度以及草酸根的浓度其实是有更大的相关性啊。那只要我们能够平常水分的摄取足够，尿量的排出量也足够的话，其实摄取下去的东西不会那么容易形成这些结石的情况。
是，哎，那所以其实网络上才是说，哎，我不能说菠菜跟豆腐一起吃，那其实也是一种迷思咯。对，这个概念应该就是跟类似奶茶里面的两种东西结合起来，好像变成结石的成分，意思应该是一样。有人说菠菜有草酸，所以不能吃，那豆腐有钙，又变成草酸钙，又变成肾结石。其实这些都是跟奶茶一样的概念，经过我们肠胃道消化排出来之后，其实并不是经由我们肾脏排出来的，所以是没有关系的。是，所以说那待会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说有关如何要预防一下结石的一些方法，教我们大家一下好不好？对，例如说可不可以请林医师跟我们讲一下，如果要预防结石的话，我们通常就是根据它的成因呢、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工作环境的关系，因为高温高热，汗排太多变成尿量太少，我们就要调整他喝水量。那如果不知道怎么样喝水，就建议他每天保持尿量在1500cc 到2000cc 左右，就相当于我们每次差不多每天差不多尿个5-6次以上，其实就是很足够的。那如果是根据尿液排空不良这个成因的话，我们就治疗他排尿困难的一个相对的一个潜在的问题，其实就可以。那如果是验出来尿中有一些结石的成分，比如说刚刚讲的高尿酸血症啊，或者是有些柠檬酸盐比较缺少的情况的话，就要去治疗它所谓的内科疾病，那跟摄取一些比较具有一些柠檬酸的一些物质，比如说每天摄取一杯柠檬汁，这样就可以。是，今天非常感恩林医师精彩的分享哦，也希望适量的饮食、适量的饮水是我们预防结石一个最好的方法，千万不要误信偏方。然后有结石的民众一定要定期的回诊追踪。那也非常感恩的收看，那待会我们让我们看一段昨天节目中空音的回复，感恩的收看，智慧人医守护爱，我们下次见。咱讲话，咱的感恩点在这。一天只睡4-5个小时，这样睡眠量够吗？一天只有睡4-5个小时来说的话是不太够的。不过其实我们要建立一个观念，不管我们年纪多大，我们的睡眠需求是不会减少的。一般来说，一天总睡眠时数大概7-10小时之间，那小于这个也不太好，那大于这个的有的人也说不太好，不过一定要让自己在一个足够的睡眠的一个状况之下。那怎么去评估这个部分呢？就是看起来的时候我真的有精神饱满吗？好，我有情绪稳定吗？好，我会不会觉得想什么事情很吃力，很需要靠自己的意志力去控制哪些东西，不然我会失控。如果会的话，那就代表可能你睡得不太够。7-10小时的睡眠量过多过少都不好，把握基本原则才能有良好的睡眠品质，醒来神清又气爽。一颗一颗往嘴里送，红曲、纳豆、银杏、深海鱼油、人参片、钙片加上综合维他命，几乎就是把保健食品当饭吃。在台湾，国人平均每日服用2种以上的保健食品，却不知道健康食品与药品之间可能产生致命的交互作用。保健食品真如广告所言，安全又健康吗？大林慈济医院药师带您一窥健康食品广告不会告诉您的秘密。